周子瑜曝光成熟新造型，大家却认不出来，网友直呼他脸上动了手脚，难怪长不太一样。周子瑜是一位台湾可爱美少女，在韩国出道当艺人后成为许多人的追踪对象，甚至有人说子瑜是台湾之光，经过韩国严格的考验才成为女团明星。而子瑜在台湾及韩国都拥有高人气，长相甜美的她个性也幽默好相处，其他人甚至说第一眼看到子瑜就觉得她好可爱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她。不过子瑜近期照片中却让网友直呼认不太出来。根据东森新闻报道，子瑜出道后一直都以深色直发的造型亮相，近期去泰国拍广告后换个新造型，连平常的妆容都改变了。他 PO 出最新的自拍照中，发色与眉色都大不相同，且以前的眉形较有弧度，比较自然。这一次新造型，眉毛与发都染成了橘棕色，眉形也改化为一字平眉。新造型曝光后，网友第一眼反应几乎都是这是周子瑜，纷纷喊话怎么好像变得不太熟悉。有人认为换了新造型后的子瑜变得较为成熟，笑着说原来是眉毛动了手脚啊，看不太习惯他眉毛太平的样子。但是尽管他改变了妆容与发色，在大风吹下他开心喝着西瓜汁的样子仍相当清纯可爱。照片上传2小时就有10万人按赞，子瑜更上传了与其他成员在一起的照片，写道有趣搭船，还有吃好吃的，喜欢泰国西瓜果汁。出道短短2年半，子瑜所属团体 TWICE 就累积了超高人气，不仅进军日本，虏获不少粉丝的心，现在也要去迷倒泰国粉丝们了。相信子瑜的事业会越来越好，台湾绝对支持奶的。子瑜平眉样子还是很可爱的啊，看久就会习惯了。